庄帮主，既然你非要老衲出手，老衲也只好不顾及少林和丐帮数百年的交情了。天下英雄今日人人亲眼目睹我少林绝无和丐帮争雄斗胜之意，只是丐帮帮主步步相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 比武较量，强存若亡，说不上理亏不理亏，动手吧，庄帮主。你的话和丐帮数百年的人侠之名，太不相称了吧？要打就打。那好吧。 降龙十八掌，对，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是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用降龙十八掌，用歪门邪派的功夫，丢我们丐帮人的脸。对，应该用降龙十八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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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把那老秃驴杀了！ 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，这才是降龙十八掌。姐夫，降龙十八掌。
姐夫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阿紫，让你受苦了，是姐夫不对。姓乔的，你中了老仙的仙术，不出十天，你就会全身化为脓血而亡，你信不信？对，见老十天了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啊？怎么着的？对，你立即向老仙跪倒求饶，没准老仙还得饶你条命。求饶吧，求饶吧，跪下吧！你放下阿紫姑娘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是丐帮帮主庄。庄帮主，你已经拜入了星宿派的门下，怎么能再当我们丐帮的帮主啊？星宿派的弟子，没有你这样的。是你弄瞎了阿紫姑娘的眼睛，啊？不不不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姐夫，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我的眼睛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，你赶紧把他的眼睛挖出来，给我报仇。大理段王爷，令爱千金在此。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我带你去见你父母。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姐夫。你们带回去，好好管教吧。阿紫，阿紫，怎么说，这盲眼少女也是我父亲的女儿。哎呀，父亲呐，我又一个妹妹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进来可好啊？好兄弟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，没想到在这里碰面了。姓乔的。你杀了我兄弟，今天让你血债血偿！血债血偿！我们要报仇！放小子！今天一定要除掉乔峰这个恶贼！除掉那个恶贼！乔峰是纪连狗贼，人人共诛之，不能让他活着下少室山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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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啊，形势险恶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来，你先暂且退开，山高水长。咱们后会有期了啊，大哥，你记得结义时说过什么吗？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大哥有难，做兄弟的岂能苟且偷生？兄弟这番心意大哥十分感激，不过这些人想要杀我也没那么容易。小兄弟，你先回去吧，待会儿我再出手护着你，可不便应敌啊！哎，你不用护我的，他们和我无冤无仇，不会杀我的。萧峰和咱们公子爷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英雄了得。我老峰有意助他一臂之力，跟中原这帮武人好好的干他一架。不错，果然让人佩服。我包不同也愿助他。啊，表哥，这位萧大侠真是个英雄。咱们助他，南慕容，北乔峰，联手力抗天下英豪，将来也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呀。你们忘了，我慕容父的志愿是什么？咱们要以兴复大燕国为第一要任，岂能为了一个萧峰而得罪天下英雄呢？公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收揽人心，为我所用。萧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但你使我中原众豪杰有如无物。姑苏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就算死在萧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众豪杰尽献一份微薄之力，随死犹荣。慕容，上到下，照例。素闻公子英明，今日得见高贤，真是大慰平生啊。慕容公子。我大哥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趁人之危呢？再说别人冤枉你的时候，我大哥还为你舍命开脱呢。段兄也想做报答不平的英雄好汉，
上来赐教吧。我是没这个本事的。不管你是姓萧还是姓乔，刚才老夫看你年轻，让你三招。告诉你，现在老夫可不让了啊！卑鄙！爹，爹，快去救我姐夫啊！萧峰，多谢你救了阿紫姑娘。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我们便来做个了断。我听出来了，他们是三个打一个呀！不要乱叫，不要乱叫，必要的时候爹会出手的。对，大哥，段公子。召集全寺弟子戒备，萧峰这恶毒害死了玄苦师兄，此次绝不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。是。阿弥陀佛。生死与共，不枉结义一场，死也罢，活也罢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喝那一场。啊！来，来，等一等，大哥、三弟，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呀？这位英雄是，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。出家的时候叫虚竹，现在只怕还俗了。当初我们二人结义的时候，也把你拜进去了。二哥，快拜见大哥吧。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我死在荆轲，你不畏艰巨，挺身而出，足见是一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。萧峰能够和你结为兄弟，那是我的福分。萧峰，今天能够结交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来。今日在天下众英雄面前，我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义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。